大哥，今天周六啊，孩子上学啊？啊，今天他上小饭桌补课，我不认字，期末考试了，给他补补课。啊，补课的。啊，慢慢加。啊，把书包送我家过来，送我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江苏徐州的沛县。上次我们拍了一期刘大哥拖着这个残疾的身体，带着两个宝贝一起去卖水果的故事，非常的感动。今天呢，我们带大家一起到他家里面去看一下，看看他家具体的生活状况。这是原来在卖香蕉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冷库，在他水果市场搬到烟地去了。水果的这个老板呢，他那个怪困难，他不得你回家去呢，太冷了，路也远。他就说这个你在这里边住吧，他还不敢要房租钱，就在这住。那这个冷库里面也没有窗的吗？啊，没有窗，没有窗户。哦、冷库不，他那个没封闭条件。那有些人说我，你在里边别憋坏你了，说的不缺氧，没可别管事，我这没事，我俺留一点缝。你拽拽一下，拽一下，倒一下，好，倒一点。哟，哟，那么有劲。来吃点好，吃点。这单子跟这床罩呢，都是他们好心人给俺在网上寄过来的。你们这三口就在这一个床上是吧？啊，对吧？都我们都糊弄睡，就这样子睡。这柜子是他们是都拆迁户，他们搬迁不用了。他就说你要不嫌恼呢，你拿了给你装衣服去。大哥，这个屋子里面晚上睡觉冷不冷啊？不冷，他这个，这冷库他封闭的很严，空调是他们这搞香蕉的，夏天打冷，冬天加温的。他说的，你要愿意用你就用，不用你先放着哈，我什么时间用什么时间拆。我那我们用不起，这一个一小时都六七度电，这个封闭严，盖得很厚，我们三爷啥就在这很暖和的。这床上没有放个电热毯？哎，我没敢放，为什么？有小孩，我自己行动不太方便，怕要是万一漏电了、起火了，这就不好，就怕不安全哈。对对对，我就说靠到床边沿，把这个挡板就拆掉它，我上梁一崴，我两个孩子绑着抓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拽上去，最起码上这一次车得15分钟到20分钟，我才能上去，还得在棉袄就不能穿，上车梁以后才能穿棉袄。穿棉袄我就上不去了，不是你我腿都冻破，都不敢穿厚，穿厚就是上下床就不能上了，不方便哈。不方便、啊、我这两个小孩照顾他都照顾我了，不能说就是我照顾他了。因为我们这县城他们就问我，大哥我家有衣服你先恼我，不先恼你我给你送过来。哎，我说我们不从来不先恼我的，从小孩妈妈去世以后，我们几年就说没买过衣服，一年不跟一年了，今年都51岁了，到年的52了，晚上都不敢喝水多了怕上厕所不太那个。这个进出都不方便，这个。对，大一点点都进不去。这个就是小孩他妈妈，干活很有劲，总而言之能挣钱，他再苦的力他都干。他这个水泥哈，就是阳历6月份，他不通过我知道，他扛到3楼，这40袋水泥给他就100块钱，一中午他就这40袋水泥，他背到3楼。宝宝想不想妈妈？我想，不，我不想。为啥不想呢？那因为我妈妈去世了，我还想嘛。反正他去世说那我不想了，我想我爸爸。是我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己做的。对对，我经常给小家里边。啊。宝宝，这位阿姨你认识啊？我认识，还是有意义。她来看我呗。给你做好吃的，给你做饭。她知道我会做蛋糕，她说你下个星期可不可以给我做一个？我觉得答应她的事情，如果做不到，她会很失望。想的干死我。也是在那个网上看到大哥和两个小孩的视频。过来帮帮他。对对对，我每个星期六只要是没有事情的话，我都会过来。我看他们都很喜欢你，能给我挺亲的，可能觉得我做的饭有妈妈的味道吧。我最喜欢阿姨，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做的蛋糕呀？我最喜欢，我最喜欢。不是说纯粹是我帮他们，就他们给我的那个感情的回应，也让我感觉生活特别有意义，就是也挺幸福的。他们俩现在
上小学有那个小饭桌嘛，因为他爸爸、如果他爸爸的那个营养跟不上的话，你身体不好，怎么照顾他们两个人。他们两个比一般同龄的小孩懂事多了，特别懂事，他们三个人相依为命。那你每次到刘大哥家里面来都是要去买点菜哈？对，就去那个超市去买点菜，然后给他们做够一个星期吃的，就是我会做很多，然后冷凉了，就是放凉了之后放到小塑料袋里，放在冰箱下面的冷冻，然后他们想吃的时候你就拿上来热，用锅热一热。有的人看他是残疾人嘛，他就说人家老板不收他的钱，他自尊心比较强，他就是说你不收我的钱，那我宁愿不吃。师傅，你给我称两斤这个鸡翅，每次来都给他们做那个可乐鸡翅。就是要买这种新鲜的，这样的做出来的好吃。喂，大哥，家里边还有鸡蛋吗？哦，油呢，我就不买了。好，挂了啊。西红柿做那个番茄炒鸡蛋，他们两个也喜欢吃这个。哎，可乐在哪里的，老板？47.1来来，我来付。好，谢谢。我好饿，你饿了？我这个给你做可乐鸡翅行不行？好，那你等着啊，等着姨给你做可乐鸡翅啊。其实这个赫赫他虽然说不太会说，他心思很细的，很懂事。就是有一次他们请我去喝冷面嘛，就是突然下起雨了，他脸色一下子就沉下来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，不高兴呀、他说怕他爸爸淋雨，他说妈妈已经没有了，爸爸淋雨在生病，要是离开他们怎么办呀。然后我当时听了那句话心里面特别难受，就是小孩特别特别懂事。他做就是煮面条还有炒菜都用这个锅，看样你在家里面也是个厨艺高手。对，喜欢做饭，喜欢琢磨吃的。这个你们吃没吃过啊？给你看看哈，你肯定没吃过。来，哇，漂亮吗？来，拿点。我家就卖的玩意儿好吗？这不是冰糖球吗？不是冰糖球。好不好吃啊？太好吃了。啊，谢谢叔叔。我离家吧，离家得有4-5公里。我每次我去年我每次卖完这个水果带到他俩，无论再早再晚我得就是回家。去年1月份搬过来的，就在这住。我现在就一直住在这个冷库里面。一直住在这个冷库里。这个面条啊，甜面反正不能说顿顿喝，以前大概都是2顿时候多。不是我闺女说，我妈女儿说的，爸爸咱家是甜面喝面条。我咱这喝面条不要钱，我给小孩就说开玩笑。哎，我就讲呢，这个做饭快，哎，不要做菜了，就可以就这样吃，方便一点哈。哎，方便一点。说从这个妹妹这一段时间，她都看到我，她说大哥你老是吃这个面条也不好呀。我那这个就简单，我就觉得做饭快。这个就是一个泡沫箱子垒起来的一个小饭桌。你切，待会儿我就给你们切，行吗？上周六跟我说的，阿姨你会做蛋糕，你给我做一个草莓蛋糕吧。我就在网上给他们买的这个工具。还是有意义，我做的太好吃了。鸡翅好不好吃？太好吃了。现在已经1:30了，宝宝们可能已经饿了。我们看，俺家没这些兄弟比平常都累得很。从学校跑着，来一辆不闲着，还得再敢做。说真话，这可是这几年都不用这一个月吃的这个好吃的多，大好吃。大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也很开心哈。是，你高兴。哎，真，真多谢咱都是好心人。那我也拿着零给他买着吃。那食堂对妈妈好，会不会唱？我都忘了。我小时候我妈妈在的时候我都会唱，现在我都不知道咋唱了。世上只有爸爸好，有爸的孩子像太高，投进爸爸的怀抱，幸福像不